大家，我是小六。啊，今天呢来到表姐的果园，帮忙盖那个薄膜，因为呢现在呢，已经有霜冻了。这个，砂糖橘呢它不能有霜冻，霜冻的话就会坏，就会掉果。我们去帮忙。没得。过去了嘛？过两天落雪来的。落霜啊。农民呢都是靠天吃饭的，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保护好啊！来，我来帮忙啦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把它一弄了。哎，妈，你家几斤麦了？骨头吗？骨头吗？够高级。还是能够骨头呀。绑这里就行了。好了，这一块呢就行了，看看上面的吧。我们得弄一些那个树桩，好把它那个绳子固定好那个薄膜。那在那哪头头了？阿哥，你关机。来，抢一个。这个皮呢非常的薄，很好剥，里面的果汁非常多，看，这果汁都已经出来了。哇，好清甜啊！来，门，看。就是像这种呢，要把它覆盖好，防止它那个霜冻。这个呢是刚刚就是盖薄膜的时候不小心碰断了，先来抢两个。嗯，好甜。来，小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了。